枪毙抽到了，他才可以给你丢人害人。之前你都不可看他，然后你丢人害人玩的满一点以后，他可以给你丢人。我满了，我可以，我可以开始，但是其实我又想走。我本身不是做汽车的，然后现在越做越汽车了。我原来是做那个的，我是做那个人工智能。对。然后现在，尤其是现在火，然后其实不是火的原因，其实主要是你每天是小程序，你就很爽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种感觉就是现在的工作每天就在那里搞那些机械上的东西，我他妈完全都不懂机械，就是每天都是个机械，而且一堆人特别喜欢在机械在车里面搞了搞，拆来拆去，拆来拆去，然后他们觉得极其无聊，我觉得极其的没有意思，然后我就很无语，太好了吧。
96。Thank you.
千二，这个就。Thank you.
在这里发微信，你发一起去。哇！Thank you.
我之前因为海德，不会，不会，什么？不会，有谁送出来一个球拍？小日本，他拍很好的，他拍很好的。我之前是一个，后来他是我第二拍的，刚学出网球，后来写了太多。真的真的。后来换成 L Pro 打了好长时间，打到昨天刚刚换了一年球拍。那个号称 tennis ball 号子上唯一快穿九成的球拍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天天在网上都看，好长时间终于下手了，终于剁手了，然后自己的水平还是死的要死，没事先把装备偷伤再说。其实这个气质好，然后让我说不了。六六。现在找不到发球节奏，所以说你这样最好抓，现在只有把这款拿下。快！
评论。做你胳膊有力量的时候，上肘很好，特别厉害。上肘重，他们的重上肘，这些球速的旋转的结合，起球起的很好。请问。Come on.